其实是为了出道周年纪念举办的，所以我的出道的开始就是有他们三个陪我，所以这个演出其实早就已经想了很久要把他们抢回来，但是要先等小柔完全的确定不会再生下来。上次谁受得了啊？我刚生完的第三个月我就要上红刊呢。对，真的很厉害，胖歪啦。那时候其实就是已经很感动很感谢了，但是没有想到2020年像是一颗新鲜的 MV 一样，他们三个就是真的是为了我，已经你一句话啊，对，就是说要请一顿饭他才拍的，才一顿吗？不是说十顿吗？是请一辈子一辈子。对，所以就是中间又拍了 MV， 对，然后呢 这三个人就是嫌少熬夜，尤其是家里，因为家里的作息很正常。哎，他现在 在台上，他叫 Cloudy， 对，艺名，艺名是 Cloudy， 他的那个作息就是当时真的，我们熬到早上天亮，对，半夜一直打哈欠，但是他一直就是会让自己打起来，就是为了要帮他。对，但是我承认我有睡着过，偷睡，他偷睡，换场景的时候有秒睡一下，但是有睡没睡过，但是就是没有想到，就是到了今天。是把他们请来，而他们还是就是一口答应，帮我用掌声来谢谢他们。